嗨，各位，我是一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拍一个不是我们的影片，但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影片，好像有点饶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啦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们频道有时候会跟一些名人合作拍一些影片啊。除我们本身工作会遇到他们之外呢，同行友人的牵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啦。那今天他们就是缺一个可以在镜头前面打屁聊聊天的人，所以我就来客串一下他们的小编。他们的企划非常的特别，是要做年夜饭，不过不是帮一般的人做年夜饭，是要帮浪浪做年夜饭。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在下厨啦，所以我就拉来了我们本频道的韩式料理小公主来支援我一下啦。那就这样子哦，跟着我们一起斜杠工作的一天 Go！宠物友善餐厅，然后我刚好跟老板稍微聊一下，我觉得还蛮酷的是，它不是宠物可以进来而已哦，它是可以帮你的宠物点给你宠物吃的东西。哦，那我家猫咪可以吃哎，而且它有些餐还蛮，我觉得是根本就是人吃，像什么水煮牛啊、意大利面，这是人类的食物吧？现在狗狗真的很好命，真的以后不要再给我讲话跟狗一样，它都没有我们嘞，好不好？它都不用拍片。那我们第一道料理是？我们先煮狗狗的炖饭哈，因为我们是餐酒馆，所以我们也有做狗狗的炖饭跟意大利面。味道有点像，就是食物的原味。对，食物的原味。吃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是厨艺大神。我给自己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个水煮的东西说自己厨艺大神。我觉得，哎，对，等下请老板打招呼。他什么？这没有隔水煮。真的很，我觉得真的煮很好吃。不可能水煮的还煮快吧？真的有人水煮？你会做炖饭吗？会啊。你会做意大利面吗？会啊。不会吧？会啊。太吃了，不错哎，真的，他的料理很不错。已经吃成这样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要卖年货哦，要来逛年货大街了，买狗狗们的年货。这是狗狗们的迪化街，想吃什么，姐姐买给你。已经买好了是不是？对，看起来很丰盛，会不会比我们做的还好吃？看起来好吃呢，这还有浓郁cheese已经买好啦，挑好了，走啦。很多呢。对，好吃啊！哇，他怎么冲进来？考验在这里。S 型倒车吗？没有，就直线而已。终于到了王府美工厂，那我们等下进去吧。会怕吗？听说很多狗哎。听说有100条哎，100条哎，是什么样子的概念？100条，你没有看过100条狗同时出现吗？很可爱哎，好脚印。他听到我们声音了，报道报道报道！等一下，我这个，我觉得他们太热情了，太热情，我盛情难却。我们先往回走。好可爱哦，有一个那个，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个很可爱，可是里面有点害怕。我们还要再前进。那个是画的，好可爱哦。对。Hello。因为他一，而且跟里面的狗一咬起来的话哦，我曾经被咬的骨头都见到，而且请了人来。阿姨，你这样讲完，我不敢进去。阿姨，他现在很乖啦，他们喜欢人家进去。真的吗？他喜欢你们进去玩。就是当初是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地方？我当时来这边种菜，那看到那个麻石那边有没有哈？那一堆麻石那边有6只小狗。对。后来我就很干嘛，觉得他跟我一样都五零丁。那现在已经有100条。那我就救起来。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影片，可以一起来爱护动物，然后帮帮忙。太热情，好热情！太棒他比你还震惊。大哥，姐姐，姐姐，他们这样叫是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叫。等一下就不叫了。啊，那不那豆腿了，他胆子很小。我们进来，他进来，那个门不要开就好了。进去了，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进去，给啊，那里啊，你给我小秘密啊，给啊，那里，走啦，走进去，那里，哎，进去，妈妈在那里，不要叫哦，这一只怎么了？为什么它一直在转？瘫痪了。
哦，弹簧，一直吵，一直爽，随时都。那我们这个食物，阿姨，我们要怎么给他们比较好？因为只有少少的，怕他们打架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是水煮牛肉。对，哦，水煮牛肉，那给没有很多。来喽。哎、欸，看来我们成功了，大家都抢着要哦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我看到市政名 OK 哦。今天在一起就比较不会冷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在一起啊。其实他们真的好像很胆小哎、欸，因为毕竟他们。跟我小时候都是被抛弃啊，或者什么的，不是那种很凶的那种过来什么的。然后你稍微碰到他们，其实就吓到我。哦，猫咪姐姐，他那个会哈气哦。对。他不准你拍他。不要太靠近了。他跑好快哦！哇，他真的是翘的。他在跟你对话。谢谢阿姨。好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拍谁呢？我应该要这边。不会啦。蛋糕帮忙啊，到帮忙。好了，阿姨，我们一起拍张照。不要叫。谢谢啦。不要出来！啊！阿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拜拜哈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工作就差不多到一个段落啦。其实这是蛮特别的经验啦，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子看到那么多只狗，然后这样咻这样扑过来。真的，一进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紧张，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说，哦，他们其实都是很友善的。对，他们就是扑上来跟你撒娇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很乖的跟在你屁股后面，你走路就觉得哦，自己哎 ，leader 哦 ，leader， 大家跟着我走，跟我走，哎，借过借过，就是真的是蛮可爱的。然后王阿姨也是真的很需要帮忙，无论是不一定是钱，其实可能。人力或者是医疗或者是什么各方面物资啊什么之类的，其实都可以帮助，对，都是一个帮助，大家都可以就是把爱传递下去的这种概念。那稀里呼噜的话题一转，一年就又到了尾声啦。谢谢旧粉们一直持续的关注，那还有一些被骗进来的新粉们，也谢谢你们今年的追踪，要持续追踪下去哦。我们努力不停更，一个都不准给我走，不准哦。没错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我们要回去继续当社畜了，拜拜。回家了，哎，臭不要闹，哥哥。